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今天是纽约的 Pride Day， 所以非常热闹。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下那边的游行，现在是在 Union Square 的。现在 Parade 那边的声音已经能听到了，非常吵，待会儿我就不能说话了，就看个热闹吧。
游行还在继续着，不过站得比较累了，现在准备先休息了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Thanks for watching. Happy Pride.